不一样，因为这是我没有结过婚，所以我不知道。因为金鱼奖是音乐殿堂，那我觉得可以，就是因为平时在音乐上比较，然后我觉得可以一起录，我觉得很难的，然后我觉得就一起走红毯，慢慢牵手走红毯，这个算不算一个爱的宣言？这个算是绅士风度。刚刚范范姐说跟最爱的人一起走红毯，就是会很幸福，有这感觉。希望我以后慢慢的也是这样。如果这可以算是已经公开恋情？不是哦，我讲的是因为在音乐上很多交流，对吗？对。就是欧洲之旅愉快吗？没有，那些报道呢，其实很多都是传闻，所以我觉得呢，就他有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面打卡，对，大家可以去看地点，也不一定是在欧洲，所以你很 follow 他 Facebook， 对，我有